哎，来个八戒的肉尝尝，看好不好吃啊？啊，倒点油。啊，八戒，悟空哥哥，对不住你了啊，俺老孙好饿呀。哇，看着好过瘾呐。啊。八戒的肉熟了啊，俺老孙尝尝尝尝啊，哇，看着好香啊。俺老孙先吃一口了啊。好吃，真好吃啊。好可爱的小糖葫芦，好吃，好甜啊，啊，嘿嘿，好漂亮啊，啊，老师来一块，来一块啊，好甜呐、好吃，好漂亮的糖葫芦啊，俺老孙最爱吃这个了啊。嘎嘣脆呀、好吃，真好吃啊。好解渴呀、好大的柚子啊，俺老孙把它吃了啊，尝尝啊，俺老孙好喜欢吃火锅呀、来点虾球，尝尝这个虾黄，好吃吗？真好吃啊，好吃，
火锅做好了啊！哎、啊，俺、啊、老孙下点羊肉片，下点羊肉片吃啊啊！啊！哇呀！哎呀呀呀呀！搅拌搅拌呐，啊啊！啊，老孙尝尝啊啊！嗯，好吃，嗯，好吃啊！嗯，哇，嘿嘿，好多的好吃的，啊嗯，啊，老孙再尝尝这个啊。嗯，尝尝这个啊！好脆呀！好吃！好吃啊，哎呀，嘿嘿，尝尝这个是什么呀？啊，啊，哇，嘿嘿，好多的糖啊！哎，啊，老孙尝尝，尝尝，好好吃啊！啊，老师，请你吃一个，真好吃啊，听说这个挺好吃啊，啊，老师尝尝，尝尝啊，好吃啊，好甜啊，好吃，太好吃了，哎呀，好大的一个大礼包啊，哎。啊，老孙看看里面都有什么好吃的啊！哎呀呀呀呀！这么多好吃的啊！啊，老孙看看，先吃哪个呢？啊，先尝尝它吧。好吃啊，啊，嘿嘿，好漂亮啊，哎，啊，老孙，从来没吃过这个啊，尝尝尝尝啊，先来它吧。好吃，好好玩啊，好吃，真好吃啊，哎呀，俺老孙听说这种搭配挺好吃啊，俺老孙尝尝尝尝啊，好玩，哎呀呀，
好吃。真好吃。老孙尝尝这是什么呀。好吃。真好吃啊。